香港的同行同事邻居在这里学完之后，真的吗？你不能骗我们呢？是谁？没有，谁跟你讲？翁虹啊！哎呦！对，他介绍我来。你跟翁虹什么关系啊？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朋友啊，以前是同学。报告班主任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你跟他曾经拥有。翁虹上次来还带了一些什么那个香港的点心来给我们吃。哎呀，我有啊。你是不是？你哪有带什么点心？我有啊。有吗？那个我找找。带什么？哎呦，怎么会找到你？不是在这里，我忘记了。哎呦，主任，看东西，你看有这个包子，你看我有什么毛啊？有，里面好。哎呦，人肉，还看到指甲，那我试一试啊，看过猪走路啊？我第一天上课。上班？第一天上课。你什么时候下海的？刚刚有没有看到猪走路啊？人跳舞啊？大家都在跳舞，你怎么能一动都不动啊？有啊，我就这样子啊。你不能因为最近发胖了就动不了。啊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家里来的。我也知道是从家里来的。不但知道你们是从家里来，而且知道你们是坐车子来的，对不对？2, 3, 4。光是邻居的小孩子对于音乐跟节奏的感觉就可以抓得这么准啊！大家今天这个课要好好的上一下。李同学，起立了。今天要给我们贡献的是哪一位名人说的话呀？我女孩子，但说女孩子的话，奥黛丽·赫本啊，她是拍了一部，等一下，蒂凡内早餐的一句名言。这女人呢，到4岁以前不能戴钻石，如果戴钻石的话，有点俗不可耐。四岁以前呢？哪一位4岁以前有经济基础啊？那意思是说，光是一味的追求珠宝跟外表的靓丽，其实并不能象征着一个人的内涵跟他的气质。对，这部戏它的意思是这样啊，很好，鼓励一下。哇，你这个是在健身房里面有练过？没有，我自己在家里做。自然发声，在家里面做，做浮力挺身，自然形成。你没有事要把身体弄成这样的，想勾引什么样的人啊？不是啦，因为我很喜欢唱歌嘛。那我觉得唱歌很重要，就是要练自己的肺活量。对。所以我每天都有做伏地挺身的习惯。不错。哇，那李方文很会唱歌了。就是啊，你在说什么？肺活量很大。对啊，男女有别。他有单人唱。他普通人肺活量的2-3倍之大。那你还不检讨一下？是不是？对不起，他这个也是一种间接的赞美啊。你给我们讲一个名言的话。大文豪叫杜斯陀也夫斯基，这有点难翻译。这个又是个开车的人，写书的。是的。对他呢，我忘了在哪一本书上面说的了，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就是温良的人绝不放弃向罪恶挑战并承受痛苦。嗨。意思是，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要感同身受，然后呢，如果说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的话，你觉得你一定要有正义感，一定要全力以赴去维护正义，这样子。对，那再讲一遍，温良的人，而且还要用这种神父的方式来讲，温良的人一定要有承受痛苦的勇气。我好像背错了。
且我就知道，我很少有人能够讲完一遍，我第二遍还能一样，第三遍就可以一样了。哦，好，来再一遍。温良的人，绝对不放弃，对抗罪恶的勇气，并且承受痛苦。好。刚刚他在讲话的那个感觉，让你想起什么人啊？想起以前的一个人，悟道。那不就是你吗？是不是？悟道大师，宋能儿女士。哦，真的，真的。哦，他这个讲到的时候，让人家这个汗毛都可以竖立。不认识他。啊，你看，我听说你模仿他很有一套。啊，有吗？有。先不要紧张。对对对，我今天也要带来一个一句名言。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一串还是一个还是？一句名言。一句名言。哎，对，这也是一个大文豪叫史蒂文森讲的话。嗯。他说：“所谓青春，就是一种实验。”哎呦，这个话就比刚刚前面还要深了。嗯。真的哈，我也是这么觉得了。是是是。对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。这个奉劝这个年轻人啊，任何事情不要怕挫折，嗯，就去做，失败了也没有关系。好，这个大家听得都很清楚了啊。是啊，是是是，有回家的感觉。一个男人是快要到40岁的时候，如果全身还弄一大堆橡皮筋。这像话吗？是不是？这是本节目的服装造型设计师哦，特别为了设计的。是是是，他说反正丢在那里也没有人要，就拿来别在身上。啊，你要给我们贡献的话是？对，刚刚他们都讲的都是外国人嘛，外国人的话，然后用中文来讲，那不是切西兰啊？那要用英文讲哦。阿巴托罗斯。阿巴托罗斯。我讲一个甘乃迪。甘乃迪应该知道了，英文怎么讲？嗨，甘乃迪都不会，我们下次有机会慢慢。甘乃迪讲过一句话 ：Don't ask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。哟，甘乃迪也看卡通影片，英文讲得像卡通影片 ，Don't ask， 不看，像唐老一样。哎 ，but， 这是巴打的意思。牛油。哎 ，but。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？ 哎呦，可以背那么长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在我们这个音乐教室里面，就是变成一句名言了。名言：不要问别人能帮你做什么歌，而要问你能唱什么歌。嗨呀，好。给大家的启发在什么地方？给大家的启发呢，只能用几个字来形容。嗯。一种通体舒畅，通体舒畅是你的话，很难笑，很难笑，很难笑。但是你要接下一句啊，我接哪一句？所以呢，你应该对我另眼相看。哦 ，I have you, not I see you。And mommy born me, but they ignore me. 哎呀，生我者父母，死我者非哥也。你好，黄秋生。真难得，哇！这黄同学，大家要好好认识他一下。为什么？他是一位高材生啊。高材生。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又到我们这班来报名参加学习了，是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班呢、啊？这个班的这个音乐教师，教师在香港是很有名的。真的吗？对，香港很有名啊，很多。香港很有名啊，在这里更有名啊，在这里。美国都有名，哇！很多香港的同行同事，有一句在这里学完之后，真的吗？你不能骗我们呢？是谁？没有谁给你？翁虹啊！哎呦，翁虹啊！对，他
他介绍我来，跟翁虹什么关系啊？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。朋友啊，以前要表示以前是同学，报告班主任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你跟他曾经拥有。我就把这个圈内人的信物交给你。好，翁虹是这样跟你介绍，那表示你交到了一个好朋友了，啊，是吧？哎，是真的，这里只学音乐。对呀，啊，翁虹上次呢还带了一些什么那个香港的点心来给我们吃。哎呀，我有啊，你是不是？你哪有带什么点心？我有啊，有吗？那我找找。带什么？哎呦，怎么会找到你？不是在这里，我忘记了。哎呦，哎呦。香港出名的，最有名就是最有名的就是嗨，所以你们这些同学要好好学一下。同学们，是还有什么？对，还有刚弄好的。锅子不要客气。吴建飞，外面好像少了几个。主任，不能吃啊，人肉叉烧包。不是，不要，老师，我回家了，第一堂课我读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要害怕。这个叫非洲包啊，非洲包嘛，非洲的人呢知道香港就很喜欢吃这个包了，就用这个老鼠肉做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老鼠肉起码也比人肉好一点，你们不要那么紧张。主任，看到一些，你看有这个包子，你看我有什么毛哦？有，里面好，哎呀，人肉，还看到指甲，那我试一试啊。尤其是远道，会啦，这样就不恶心了嘛。是稀客，这个同学有点神经病，哎，你不要管他，他这种神经病还被人家拍成电影呢。什么电影？人肉叉烧包啊。哎，妈妈，你给我们贡献一个名言吧。看着我啊。这样就放过你了。哪有这样的？人家讲的给我们都是鼓励的，怎么到你这边变成我不可以这样？这是一种敬意。你就是对人生之中，你要去争取一点东西的话，你就又。用一种劲嘛，啊，对，用劲的去争取，包括跟爸爸要钱也可以这样，对，一定要，哎，对，追着他后面，爸爸给我100块，我来去看电影，来看什么电影？简单就放过，他给你100，你就拿他另外的，这像话吗？回座鼓励一下，今天又说。是，来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，不一定要自己唱片里面的，还是自己唱片的好不好？不是，什么歌？什么歌？飞哥，你还没出专辑嘛？哦，不然到时候我就唱你的歌也可以啊。我打算第一个是先出写真集，给我们带来的歌叫做《一切仿佛就像梦》。好，听听看。一切仿佛就像梦，不再有联络，就像一切从不曾发生过。一切仿佛就像梦，但我为何心难受，独自迷失在蓝色。一切仿佛就像
你是在蓝色的街头。哎，人呐，总是要为将来先做好计划，这个路走起来会比较安稳一点，啊，你有没有打算说将来您的孩子要取什么样的名字？我的儿子呢，要叫郭子厚。郭子厚就在郭子的后面。那你儿子成就永远赶不上你啊！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飞哥帮我取一个郭铁。好好，再来一首歌曲，唱《鸽子与海》。鸽子与海，对，郭子唱鸽子与海，好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这样就够了。有些人他歌不是很好听，就要唱长一点。哎，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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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爱不难受。好，你要给我们带来新唱片里的歌了？啊，当然不是啦，我就带来两年前的一首旧歌。我虽然不是歌星，但是我也出过一首歌，一首的半首。一首歌的半首，这什么意思？哦。就是2年前我跟罗时丰唱的一个十个女人之一的一首台语歌曲《塞巴豪恰里满恰楼》，因为本身不会讲台语，这就不简单了。这首歌我练了很久才练会。今天给我们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好，试试看。塞巴豪，谢谢。哦，塞巴豪恰里满恰楼，我的古琴已经给你两个干哥哥。哦，塞巴豪恰里满恰楼。男生唱完就，对女士特别优待。女生就是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流鼻血了。接下来我们黄先生，而且我，哎呦，要验收一下，要唱了，要。老实讲，上台湾的电视节目是不是跟香港电视节目不太一样？简直是不一样，简直不一样，好多了啊！真的吗？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可以给我机会唱歌。香港的人不承认你了，不承认我，这个就麻烦了。哎，那歌是唱片里的主打歌了，罗大佑的。你要唱罗大佑的歌？哦，那是在你新唱片里面有这首歌吗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唱歌？大家那我唱我自己的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他们可是我唱我自己的，他们还没有听过啊。那是罗大佑哪一首歌？我不懂那个字怎么读，什么八零的，什么八八的，好像是。八九啊，入九佛林啊，入九佛林。在广东人面前你是讲广东话的，1980广东话到底怎么讲？1980，广东人在，有广东人呢。哎呀，好啊，鼓励一下哦。哎，从香港来的，看到没有？因为你来这边，他特别来给你捧场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这是恋曲1980，好。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。爱情这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姑娘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。今天的换了张是明天
藏冬的回忆。那你要唱的是吗？我想歌名还是由大家来讲比较好了。哦，一起用力把它讲出来，旷世的一首巨著，一本气。金星挖抓紧，那就不用唱了，好吧？啊，到来这边唱金星挖抓紧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干脆这个样子好了。以前也是观众点歌，那没什么意思了。是啊，对不对？老是观众在点，我们也让孔锵老师有个当家的时候。啊，你来点一首歌，只要不唱金星挖抓紧都可以。只要不唱金星挖抓紧都可以。你弹得快，弹得快，弹得很腻。而且我还可以，他已经弹腻了。我可以自己编歌词啊，万一他出来的歌啊，万一有状况，我还可以唱。哦，这样子。那当然，来，直接来一首。什么歌都可以。台风幽默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。江湖豪杰来相助，王朝和满在身边。再来歌词。米老鼠是条老鼠，米老鼠的爸爸也是老鼠，米老鼠的阿公他也是老鼠，米老鼠的阿祖更是老鼠。把一首歌唱完了啊！你怎么会来这首歌？讲好了还是金星挖抓紧，那怎么来一包心？金星挖抓紧，那实在是不能唱了。你这个要唱，而且因为这首歌还已经得奖了，还要唱。对，没有，因为人不能陶醉在过去里面。小朋友很多，但是一般听我唱歌啊，能够听到这种姿态的很少。睡着了，就是不容易。是因为我们为了观众朋友大家的一个身体状况，因为确认一下是昏倒还是睡着。